你先这样挂了啊。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就十几天，然后我回来就接他走啊。我不行了，我真得走了。哎，有事打电话啊。两天啊，你赶快接他走啊，弄得我这儿到处都是毛。你不在这儿一个月都没个电话。乖乖，你妈要看你照片儿，别动别动。别叫，快递。嗯，明天就回来了，还寄东西，肯定是给你的，还买吃的。哟，还有我的呢，乖乖，快点来看看，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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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时候，我也给他勾这个小帽子，你看看，多可爱。